们得紧咬不放。那开局呢是1-4，但是韩国队现在追成了6-6。攻的不够耐心，头顶掉直线下网。这球也是金明珍本来是很主动的一球，往前无谓失误。韩国队判断失误，8-7。韩国队刚才防守挡往前，这球明显太高了。这一拍何振恩这个防守，田青和赵云磊还是要想办法多从何振恩这儿突破。其实韩国队在前面很多得分的球还是金明珍他防守的出球比较诡异啊，经常能打到一个空当，两个人谁都没有照顾到这个位置，但是何振恩的威胁相对小一些。这球是个压线，陈吉球和贺向阳，比赛打得很艰苦，看到陈吉球呢也是显得非常紧张。这个球赵云磊打得很干脆，11-10，中国队领先，到了第决胜局，交换场地。